这是二号线安定门站，我要坐地铁啦。看现在中午，地铁上人还挺多的啊，看看。我从地铁出来了，现在来到了西直门站。看西直门的那三座大楼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秋云的英子。大家看看，刚才我是拍坐的地铁。今天上午呢去看了一个我的大姐，我大姐昨天呢给我发了个微信，被摔了，把那个髋关节啊给摔骨折了，已经摔了一个月了，也一直没告诉我。因为她之前呢啊跟我说她想回家乡，就是清明嘛，回去去祭奠他的父母。后来这摔了以后呢就没去成。我呢以为呢啊他在家乡啊，所以我们一直也没有打电话。后来我不是就去了江西吗，又去了平遥古城，这不是回来了吗，昨天跟我说把那个髋关节给摔了，骨裂了啊，已经躺在床上一个月了。大夫还说继续躺，因为他在之前的时候啊就曾经呢摔过骨折，他的那个股骨头呢啊是一个假的，曾经给他换了一个假的。大姐今年啊73了，他呢也是一个二婚，找的这个老公呢也比我这大姐呢大8岁，他们也已经过了20多年了。这相濡以沫走过来呢啊，我曾经在微调呢写过，过得还是非常不错，风风雨雨吧这么走过来。你说小吵小闹呢有时候呢啊也有啊，但毕竟呢都到了这个年龄了啊，你看我这几年啊也没来大姐家里，后来来到以后，我看大哥今年，大哥也都80了，81了。哎呀，确实，这个人老了，真的是，我也不是说可怜啊，这个人一老了以后，真的都是不耐看，包括这个大姐。大姐呢，身高呢1.78米。你如果这一摔，他不像个子小，个子小的人呢这么摔一下呢他还能经得住，对吧，因为他的体积小，面积小，他摔一下呢我们还能接受。那么你想想，一个1.78米的个子这么当时后倒这么摔了一下，你说可想而知。这就是西直门的桥，那三座大楼就是西直门的标志性的大楼。到了西直门啊，西直门呢在二环的这一片，西直门呢可以说啊是北京市交通的枢纽的一个纽道。西直门这个地方呢非常大，你要如果去过一个马路，哈哈，也是很费劲的。北京的动物园呀，展览馆啊，还有北京的紫竹院的公园，都在这个西直门的这条路上。这条路呢在过去的时候我也是经常走的啊，有时候开车呢也是经过这条路，因为它毕竟呢是一个四通八达，对北京来说呢就是一个交通纽道啊，四通八达。西直门啊，这三座楼的这种标志啊，我认为可能是写字楼吧啊，是最有标志性的啊。你到了北京，如果看到这样的楼，它肯定就是西直门。我现在就是往我家那个方向走。这回到大姐的话题吧。看了以后呢啊，哎呀，感觉大姐在那已经躺了一个月了，人呢躺的时间长呢，这个脸呢也有点浮肿。他那个脚呢也有点肿。哦，他好像就是
洗头发，因为大姐的个子高，1.78米嘛，她洗头发的时候，她是拿了一个盆子，然后呢做了一个竹椅子，她在那洗头发。洗头发的过程当中呢，就把那个水呢就给滴到地下了，啊，大姐呢本来呢就是那个右腿呢就做过手术，就是股骨头的那个，换那个股骨头的时候呢就做过手术，她那个腿呢本来就不利落，然后这一洗澡呢，这个水呢又淋到地下了啊，地下又洒了很多，啊，她把头不是洗头吗？洗头的时候呢擦毛巾，擦干，她起来的时候呢，这两只脚呢，地下不是滑吗？就一下就啪的就，就摔倒了，做了一个竹椅子嘛，就这么躺在地下了。我当时呢，正好家里也没人，啊，就是慢慢的爬起来，就赶快给他的儿子打电话。这呢，幸亏呢，这还有这个大哥呢，会照顾他。幸亏呢，这找了个老伴，过了20多年了，老伴比他大8岁，80岁了。这一个多月呢，都是大哥照顾他，给他做饭，洗碗呀，买菜呀，大姐呢也有儿子，但是呢，大姐的儿子也得上班呀，儿媳妇都上班，还有一个孙子还在上学，这就老爸呢就，就给他做饭照顾，哎呀，我看了以后呢啊，也还是蛮羡慕的。这一说到这个再婚呢，还真是，这个如果是过得好成功的话呢，这你真的如果出现个意外呢，有人照顾啊，还是非常非常的温暖。不过我怎么觉得我们好像都遇不到这样的人。据我们常说，床熬女，不如半路的夫妻，当然咱们从过去的眼光来说，这找上一个。如果说是单身，找一个老伴儿，互相呢，有个说话的，病了呢也有身边有个倒个水，这真是一个美好的愿望，美好的生活，人还不孤独，是吧？是呢，我是单身，我也单身好多年了，对于这个找老伴呢，我总感觉到好像是。对我来说啊，就奢侈品，我觉得很难很难的。你说遇到一个，因为大姐他们那时候认识的时候，大姐啊，她才40多岁，47、8吧，啊，那时候才47、8。那么现在像我们这个60岁，你说我们要是找一个，老伴，能不能过，就是过得像大姐这个样子？我真的我没有定论，但是在我的，在我的意识里啊，我觉得啊过不下去。这个话题呢确实是一个永远的话题。又让人们充满着期待，又让人充满着失望。如果身体好，又养老金有房的，嗨，甭找那麻烦了，还是自己过吧。嗨，这西直门的这条马路，向西边走的马路，好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，到老了再说吧。好，视频做到这里，再见。